为避免大规模内战的爆发，争取和团结一切抗日爱国力量，扩大统一战线，积蓄抗日力量。中共中央先后派遣周恩来、李克农前往洛川和延安，与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秘密会谈，促成东北军、西北军与红军签订了停止内战、联合抗日的协议。红军又利用蒋介石与阎锡山的矛盾，对阎锡山做了大量统战工作。在此形势下，中共中央于4月13日至15日召开军事会议，做出了逼蒋抗日、回师西渡的战略决策。遵照会议的决议，红军主力和总部人员先后从盐水关、永和关、清水关、铁罗关一带渡过黄河，返回陕北。5月5日，毛泽东率红军总部回到陕西杨家歌台，签发了停战议和、一致抗日通电。蒋介石坚持其内战政策，不仅没有接受这一建议，而且还继续调集大批军队，准备对我陕甘根据地进行新的围攻。西征作战地区多为回民聚居区，红军各部队向回族群众大力宣传我党反内战和团结抗日的主张，帮助回民建立群众组织和武装，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，严禁住清真寺，不吃猪肉，不提猪字，不在回民区筹款，不打回民的土豪，发动群众扩大抗日力量。西征红军为巩固和扩大胜利成果，从6月15日至27日，相继攻占了定边、王家团庄、玉望城、七营、河沿池。7月间，又相继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反扑和袭扰，巩固并扩大了根据地，使新老根据地连成一片。2个月的西征作战，给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，又开辟了纵横400多里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，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条件，同时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，发动群众起来抗日，争取国民党军队停止内战、联合抗日，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。1936年10月，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，从而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。从1934年8月到1936年10月，中国工农红军突破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和围追堵截，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，纵横11个省，攻占700多座县城，进行了300多次战斗，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，行程25000里，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。
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，也是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。从此开始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，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。长征，它将成为人类历史上坚定无畏的丰碑，是铭记着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精神的红飘带。